为像我们这边，我之前搬家了。那我女朋友想要买一些衣柜，那我自己想说，我自己去家乐福买衣柜会比较快，然后自己跑去买1000多块，然后在那边买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我帮你买一个？她说不要不要，我一定要在网络上买，会比较便宜。寄过来的时候她不在家，所以最后就是变成她要留一个单子，她要去邮局拿。有啊有啊，对啊对啊，还要去邮局拿，那装一装，他发现那个衣柜太小了，所以他就是说我要退钱，就变成他自己要再跑去邮局，对不对？寄回去也要付钱，对不对？那还要等，等了两三个礼拜，因为他们要退钱，要寄一个支票给你。然后拿到支票之后，你还要去银行存，把它存进去。最后他用什么方式？他跑去家乐福买的跟我买的一模一样，然后想说你自己那么笨，这些东西你可以跑去家乐福，或者是我就帮你买，你花了两三个礼拜，女朋友你真的有病哎，还好我跟你分手了。